Chengchun哥, I think you should be here. James, 作为 producer, 你觉得这首歌最多几个人合适？如果云迪只弹 piano, 我们需要 Sir is okay. 那要不，庆哥，要不你在这？这是有rap吗？这个有，后面有一段很长的一段。 OK 啊，我三个都可以。 大家也这么认为，按照这个规则下是最稳的，是吗？应该是，现在都很平均的状态，比较平衡。对对对。不愧是康师傅汤大师，汤真鲜，好喝。那你们自己先摆一个呗，个人想做的事情先摆。 你要去哪个？那个吧。你不是跳舞吗？这是。不是啦，跟我估计没轮，又轮不到我了吧？应该。就这个呀。你自己的意愿性。确定吗？啊？你先放吧，先放着，先爽一下，先放着，爽一下。能不能坐再说 ？Ricky， 再看，我们挡一下哦。看不见。 别过来啊！别越界啊！你这也太高了！哦！哈哈哈哈哈！ 这个是什么 ？What are you guys doing？ 你真的超敬业的，一直在这边扰乱，这样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听一下吧。 周哥来了，周哥一直在听我们聊天啊。周哥，哎，还直接，周哥直接过来看哈。你就过来了，对，邀请你直接过来看好了。你蛮正大光明的。周哥是我大哥，别人不能学，直接过来看。周哥得罪了。狗狗狗，你看英文你 OK 吗？ 如果英文的话，其实我英文也不好，可是就要练。啊，明白。但是我觉得啊，其实你唱英文会给观众不一样。新的感觉。因为你以前一直在中文，一直在中文，你这次用英文，其实对我来讲，我就哇，原来英文也可以这么好。我们一起练啊！你都会讲，都不能讲话是不是？头晕的，头晕的。 怎么？你们两个？Jerry，你自己再把自己摆回来了。Jerry不愿意去，以后Jerry不愿意去。你跳舞不好看呢。刀给我们。啊，狗哥。 我可以，我这次一定做。好，再。对这两位的跳舞，大家有什么意见要发表？那意见大了。你是要砍走我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这次我真的会做，做不到我就去死。那这边有办法给我安插一个角色。<笑><笑>我跟汉语的性格，我们是知道，就是如果要跳舞的，我们要跳的。 就是往死里跳啊！像跳舞界那么简单，我们说不要，我们要把它变得好看，更难一点。如果说因为有人要降低难度，那我不要，我不同意了，我就。好多人都摆上了那个无所求必满载而归。如果真的那么多人去了那首歌，那其他两首歌会不会削弱了那个实力呢？我是听完意见之后，我最后还是要考量。想想，我觉得应该是上面是吗？对，应该是到上面。 尹正，你在这里是合适的，可以，好好好。如果智炫哥你
在这个里面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它比较适合演员。我可以把氛围把握好，但是其他演员的部分是他们各自有亮点的这样子，但是穿针引线的部分是需要。如果一个人呢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一个人。哇，这是奇招。没有，但是真的蛮天马行空的。难怪大湾区你们每次都是乱来。我们那组都很随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首歌吗？我的想法是这样。一来还没有进 intro， 有一个摄影机对着我，三二一 action， 我撞玻璃，砰砰摔地上，导演问有没有事，没事，然后一个聚光灯熄掉，然后才开始 intro， 因为这是我的心路历程。我知道你第一考虑的是声音，我第一考虑的是情感。我觉得我们几个应该可以去练，然后您可能当时也需要指导一下我们。如果是这样的话 ，OK， 我可以，我可以再吸我一点。好了，你们随便摆啊，来随便摆啊，放弃了，不跳了。我的设想。如果这个这样换呢？我英文 rap 其实可以，那这样也可以成全海群跳舞。那真是。那我唱没问题啊，你放心我，我唱的肯定没问题。有啊。